下来给大家介绍下什么是 MMM。MMM 不是银行， MMM 不收您的钱， MMM 不是网上业务，高收益投资项目，投资或传销计划。MMM 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社区。MMM 给您一个技术，基本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援助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寻找那些需要您的帮助，寻找那些谁愿意提供无偿援。到另一参与者所有资金转移，试下自己的良好意愿给另外一个人您的帮助，绝对无偿援助。到另一参与者所有资金转移，试下自己的良好意愿给另外一个人您的帮助，绝对无偿援助。MMM 是提供彼此互相帮助的人们的社区，无偿援助、互惠和仁爱作为 MMM 的指导方针。在 MMM 您不必订立合同或承诺您的财产，在 MMM 没有贷款，没有欠债，一切都非常简单，一位参与者要求帮助，另一位提供帮助，唯一的事情 MMM 要求参与者就是要彼此诚实和善良。当您需要财政帮助，您问他，当您可以做财政帮助，您就提供他。马夫罗先生揭开了千百年来欺骗贫苦大众的真相，告诉我们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背后的暴利来源其实是通过贫苦大众的存款来实现的。所以马夫罗先生创办了超级 MMM 金融互助社区，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它让促款的人与取款的人直接建立诚信关系。MMM 不是银行， MMM 不收您的钱， MMM 不是网上业务，高收益投资项目，投资或传销计划， MMM 是一个互相帮助的社区。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趋势，而一般的互联网金融投资则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本金，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等到财富的升级。 MMM 社区它完全是一个更为开阔的平台，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你完整可以通过该平台进行借助，很快在你的财富账户当中会得到你想要的资金帮助。 MMM 在国外已经成功运营四年，而在今年刚刚进入中国市场。在探索互联网金融发信站的过程当中，我们自身也在寻求一条信用经济与接待者之间的约束关系，而 MMM 的成功运作模式也将给我们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方向。非常感谢 MMM 的每一位会员，因为 MMM 的伟大，我心存感恩。非常感谢我的朋友把这么好的平台分享给我，更感恩马夫罗先生。愿 MMM 平台健健康康的长久发展下去，我在这里收获了快乐，收获真诚，让我们牢记 MMM 全球规则，一起改变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